洗菜切菜大锅翻炒，一个一个素食便当要帮助地震灾民。因为想到土耳其的灾难，就是整个苦难的，所以我们就义卖这个饭盒。今天我们的数量有达到400多盒，我相信啊，有愿就有力啦。采摘香兰叶增添风味，便当背后是许多人的付出。76，这样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在厨房帮忙切菜呀、帮头帮尾。便当装好，马上分送，希望大家拿到手上还是热腾腾的。因为是助人嘛，总是要有爱心啊。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我们帮忙。许多上班族也用行动支持。全部是你的同事吗？对，都同事的，一边吃剩一边做慈善啊。义卖启发大家的爱心，为地震灾区募集希望。素食义卖，送爱土耳其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林佩玲，戴嘉碧，马来西亚报道。